姜切碎啊，用不到这么多 ，OK， 少少的就好了。切成姜末，姜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姜末未来是加在米里头的，全部都会混在一起。好，好，一点点的姜，一点姜，甚至有的人不喜欢吃这个姜的时候呢，他就把姜啊磨成姜泥，是，然后呢捏出那个姜汁，这样子未来来吃的时候口感就不会碰触到姜的颗粒了。不过其实今天的新香料非常多，那姜已经是这里面算是味道最轻微的哦，最客气的，是，好，一点点的姜末来，然后葱白跟葱绿，哦，这两个都要，是，好，我们一样哦，葱白葱绿也就切成小葱末，哦，主要是让它的香气可以更明显，是。借由更多的刀口，让它的香气能够散得出来。好，是蒜头，嗯哼，葱姜蒜，葱都有了，中式最基本的。是，你餐厅好像不那么的中式哈，是，它有一点点是那种中西混合风，是，对不对？这是九层塔，九层塔，它这个香气也是蛮台式风味的，对不对？好。那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比较泰式一些的话，你就可以加打抛叶。大概只能够加到打抛叶吧，你也不能够在这个里面加香茅，因为香茅的那个没有办法，纤维太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再一些些的香菜。香这时候这个地方香菜恐怕梗会比叶来得好用，对不对？是，如果你真的你真的是在做泰式料理的话，其实泰式料理不用叶子。只用梗而已，因为香味很强烈。是，它那个梗比那个叶子那个味道重个4-5倍耶。而且它比较不容易出水啊，是，比较不容易烂掉。没错。好，都各一些些。好。好，虾子呢一定要用纸巾把它吸干水分。OK。那它的脆度才会出来。是，再脆脆，太脆脆。好，我们就在桌面上头啊，自己拍打啊，然后呢，拍的时候呢，你的这个刀子啊，可能带一点点的角度，你并不是像是打苍蝇一样，希望把它打成一个泥，我只是把它拍裂掉，但是未来在吃的时候，还带一点点的颗粒，会有些许的口感。它的口感会更好，是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把它拍成泥的话，其实不好吃，都水掉了。是。这基本功夫啊，会出现在很多人不同的那种环节当中啊，比如说你包饺子、包馄饨，或者是做什么狮子头啦，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，哎，最好自己来处理材料，那个新鲜度跟掌握度啊，都会在自己的手上。是。再来这个是花枝。是。花枝就比较不好处理了。花枝我们要把它切成条之后呢，再一起切对半。完了以后，再拍。哦，这个也是拍呀。这也是拍。我以为你是把它切成小颗粒、小丁，然后再拼命的剁。是，因为它其实拍完之后，它并不会全部是小颗粒状。是。那它也并不会全部都是姜状。其实会带有一些口感。OK。这个事儿。危险度相对就高一点了哈，你就必须要像是那个，对不对？12强打棒球的那个主审一样，要有一个自我防护的装置，保护自己。是，如果家里有肉锤，其实用肉锤是比较好吃的，对不对？用肉锤啊，或者是这个用一个什么硬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其他的把它切丁哦，有一部分。我们是把它拍散了以后，让它产生泥的效果；有一部分我们切成小丁，让它产生口感的效果。如果你今天是用小卷，你就会比较好切了，它就不会那么厚实。是，可是小卷好像它整个那个粘度好像不会有这个来的好，对不对？而且 Q 度也差，是是。
有的人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他因为你前面是虾，是这边是这个花枝，然后呢，他都没有什么油脂成分，会在这里面加一点点那个板油啦，或者肥猪肉丁，对不对？会，几乎都会加，几乎都会加。那因为我今天已经它的粘度非常高了，是。那再来就是新鲜度也很高，是。那我又加了一点点的蛋进去，所以等一下我就没有加猪肉。OK， 来加蛋，加蛋。这个蛋呢，等一下还要封口用的。哦，就是它只有要取一部分出来，一部分出来就可以，不用多嘛，不用多，把它打散。好，当然你可以说我不要用这个蛋来封口，那你就准备一些面糊啦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。大概的话是，如果你的重量是。总重量是一斤的话，那大概我们的蛋就是一颗蛋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将所有食材混合在一起。是，这个时候也需要有摔打的动作，对不对？要稍微摔打，但是不能过头了，因为我只要让它产生粘性就好。是，因为蔬菜都在里面了。是，好，这个里面哦，你现在只有材料，是，只有蛋汁，只有蛋汁，需不需要调味？我要加一点点盐巴。好，少许的。盐一定要在，一定要在你要摔打之前加盐巴哦，因为盐可以让它的蛋白质析出产生粘性啊。有了盐之后，它的蛋白质容易释放出来，粘性就很容易产生了。是，好，只需要盐，对不对？先加盐，等一下后面还要加其他的，像胡椒啊、跟糖还有香油啊。OK， 你先搅拌到它的蔬菜都已经混合在一起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稍微摔打。好，你先让它聚拢了，那再来摔。你不要到它都还是散的，就不好摔了嘛。加别的东西，要加糖，糖，少许的糖，一点点的糖，一点点的糖，取代传统的味精。然后还有我们的白胡椒，白胡椒这时候会比较多一点。嗯哼，记得不要买到胡椒盐了。OK， 然后香油，香油最后加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要阻隔，它才不会让味道吃不进去。哦哈，是。我们在包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把它捏成一份一份的，一份一份的，这样你也好去抓它的量。哦，就比较有 SOP， 是比较 SOP， 对不对？果你不做后续的动作。现在你就可以烧开一锅水，一锅汤，然后呢，不要大滚的状况，就把这一个个的丸子沉下去，沉下去，沉下去，它就会变成是今天我们的虾丸、花枝丸了，是对不对？如果要像焦哥您说的这样子，它其实要再剁细一点哦，还要再细一点，细一点，它的 Q 度比较够。嗯哼，好了，线处理完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处理皮了。皮，你今天的皮是什么皮啊？今天这个皮呢，在业界我们都叫黄豆皮，但是其实它是用绿豆做的，它是因为呈现的出来是黄色的，然后厨师很容易简单，所以就叫它黄豆皮，黄色的或者叫豆皮千张。它跟千张一样吗？不，比较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千张更干哦，更干的。对啊，它要发的呢。如果说你买不到这个，因为这个通常买的量还蛮多的，要一大包，大概一两百张哦。真的啊，不像是千张一样一刀一刀这样子。对，不一样啊。那你就可以直接去买腐皮就好了。OK， 把它修成开成四方形。嗯哼，好。那通常我说的丸子就是我们店里会直接把它这样包起来，然后去炸，这样一颗，然后炸起来有点像火焰的感觉。这一颗呢，这样子的长相有没有？它就整个皮这样子往上一收，然后呢，上面这个褶皱未来炸完了以后呢，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样子，哎，样样是样样，就蛮好看的啊，毫无技巧可言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包起来，我们把它放进来之后呢，四边锁口。然后沾蛋液，
这个技巧就比刚才的稍微多一点哈，只是把四边收口折进来。它的技巧在于你在包的时候不要把它打紧，先不要压紧哦，还是要稍微松松的，稍微松松的，嗯哼，然后呢一点点蛋液，主要是等一下我们还要稍微把它压扁哦，再来最后整它的形式。稍微把它压扁。如果你买不到这个皮，你可以用腐皮之外，你或许也可以买到春卷皮哦，春卷皮也可以，春卷皮也可以，馄饨皮、馄饨皮、春卷皮都可以。Uh-huh. 好了之后呢， uh-huh. 因为我们做好之后，为什么要先封口朝下？主要是要先让它粘住，湿润能够慢慢透下去，是才不会晾凉，是才不会散开。是那开始我们可以从第一个开始啊， uh-huh. 比较简单的，我们把全部的饼全部翻过来。Oh.全部让它的那个封口朝上，封口朝上，对不对？好，全部都翻完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把蛋液，把每个封口的地方呢，我们均匀的涂抹上一点点的蛋液。你可以用刷子，也可以直接用手做了。嗯哼。那因为我们刚包完东西了，手已经沾了，所以我就直接用手了。OK， 就一次操作完。是。OK， 好。每一个封口的位置涂上蛋汁，然后呢均匀的沾上一些白芝麻，我们的前处理到这边为止就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就可以起锅了。接下来起锅了，要开始煎。是的。少许就好了。嗯哼。然后让表面均匀。很多人就会把芝麻面朝上下去煎，那你的芝麻就会掉光光了，因为它会受热之后，它其实干燥并不会产生粘性，是，所以我们要让芝麻面就是封口那一面朝下，先芝麻先贴锅底，贴锅底，对不对？让它这个因为温度，然后呢跟整个虾饼固定在一起，产生聚合性，是。这时候火是小火，是不要开大火哦，都一直保持小火，一直保持小火，因为它这个 size 不大，是小小的而已。嗯哼，好，以它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厚薄的程度啊，放在这边，大概你估计要多久的时间？小火慢慢煎，是大概煎个两分钟左右，你就可以翻面了。哦，那怎么样看可以翻了？其实有一个方法，用听的。你看，像现在有稍微有一点声音了，有点刷刷刷。现在在摇这个的，摇在锅子里面的时候啊，第一个你确定它不粘，是。第二个呢，底下的芝麻可能因为它加热之后达到一定的硬度了，硬度了，所以呢摩擦整个锅子的时候开始会有刷刷刷刷这样子的效果。是。啊，你看，所以它的那个黄润的程度就会出来了。原则上，我们希望在煎的时候啊，不要把这个芝麻啊都给它煎到这个焦掉，是因为呢，一旦焦，它多多少少就开始产生苦。再来就是我们要判断它怎么熟了没？是。那熟了的方法有很多种。也是用听的吗？哎，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。翻面就听得出来，翻面听得出来，熟不熟听不出来，因为没有，因为它另外面没芝麻了嘛。OK， 那怎么看熟不熟？其实用压的。哦、oh. ，用压的。它如果会 QQ 的，它如果 QQ 的，它不会散开。如果你压下去，它还是散开的，那代表是它还没有熟。嗯哼。那如果它熟了之后，它的聚合力会更强。OK。所以它就会马上缩回来。然后，其实你听的话已经没有那么跟芝麻没有那么重的声音了。是。慢慢的香气就出来了。是。哎，不错哎，这个拿来当成是，不管是套餐啊，或者是那个东西，盘菜啦、啊，其实都蛮好的。主要是朋友来的时候很适合来做招待的小品。你摆两排。要做这个东西，
要请你来吃，是，可是你还没有到我家，我要做到哪个动作停，等你来了以后我再接着往后做变成成品。其实你可以做到沾完芝麻，沾完芝麻之后其实你可以冷冻，你可以做一批大概五六十个都可以，然后冷冻起来，当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就不煎了，直接炸了，一颗一颗炸完更脆，那口感就会更好。如果今天我吃的是火锅，我就直接拿出来把它变成是鱼饺虾饺，直接下到锅里，直接下锅里就可以，都成立，都可以，重点好吃，试试看咯。谢谢阿达，谢谢谢谢。